者骆子欣台北报道，季来勇是以特殊造型现身的46岁小帅古陈志鹏，近日回台过年，大年初二带家人带住一家老小绕见虎山乐园走春，戏称过了一个游乐园娘家。特别的是，久未露面的女星朱宝意也同行，原来两人一直维持多年好交情，难得在台湾一起过年，让他直呼其实约了好几年，但刚好时间都对不上，这次可以一起玩，真是头一遭，开心到不行。陈志鹏1990年和朱宝意合作电视剧《小霞龙卷风》，彼此特别投缘，朱宝意也和陈志鹏家人相处融洽，平时不管白天晚上，只要有他的新闻曝光，朱宝意都会转传，常让他感动说，你是都不用睡觉吗？初三他多动请家人吃饭，并特别选了一个吉利数字的大红包给父母，笑说数字诚可贵，但心意价更高，他预计在台待10天，年后将开始准备3月的签名新歌演唱会。他透露，这是我2018年的头号大秀，有别于只唱2首歌的新歌音乐会，我的8首新歌会全数表演，每首歌都有自己的角色态度和个性，让你来了回味无穷，本来会后悔再三。陈志鹏和家人去游乐园玩，好友朱宝意又也同行，陈志鹏提供陈志鹏左回台过年，带住全家到剑湖山世界走春玩耍，陈志鹏提供陈志鹏中回台过年，带住全家到剑湖山世界走春，陈志鹏提供